当今我毋敢无变家己去染万，嫌穿衫食饭本来靠你，是我牵连你啊。莫安尼款讲，我是你的某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Mr. Lin, Mrs. Lin， 你人好，我是何青青，你人的医疗社工。啊，你好。哦，感谢你来看我人。根据我的资料 ，Mr. Lin 即阵无办法行路，无办法家己去养猫、穿衫、甲食物件，是小屋重度残疾。那你看的情形是会使 claim 终身护保的保险，是会使摕到理赔的。哦，是呢，但是阮人敢若无买保险的。免担心，终身护保计划在2020年10月1号推出的时阵，30岁到40岁的新加坡人甲永久居民就会自动受保。2020年了后，其他人30岁的时阵就会 automatic 加入这个计划。原来是安尼。嗯，那是理想的生活有6项活动，敢那食物件、换衫、装水、去养猫、行路、甲移动。有凊彩3项物件无办法做到，就会使 claim 赔付啊。啊，你会赔偌济咧？终身护保在2020年每一个月的利息是600块，会增加到你67岁。那是到时你果是重度残疾，就会使继续提到利息。保费方面呢？会使完全用保健储蓄来还啊，但是为了支持派息的增加，保费会慢慢提高。啊，你外情形呢？即便你果是重度残疾，逐个月果是会使提到600块的终身入息。好彩有这个终身护保计划，我人就免担心下摆的生活。那是你人讲什么袂明白？啊，会使随时卡给我哈。感谢你。感谢你。别客气 ，Mrs. Lim， 你咪好好照顾家己啊。我先走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上个月嘅医药费仲未还啊？仲未。冇意思啊，可能我老豆唔記得咗，我幫佢還啦。韋小姐，嚟看你老母啊，是唔是遇到什麼問題？我想知道我阿媽有樂齡健保，點解唔可以繼續得到賠償？因為樂齡健保上等於說長期是6年，你老母已經超過了。咁點算啊？所以政府才會推出終身護保，即保險嘅計劃更加好，賠償更加多。即便你是重度殘疾，就會使一世人提到賠付嘅。咁我阿媽而家可唔可以投保終身護保？歹勢，因為你老母是重度中風嘅人，所以冇辦法加入即計劃。但是你亦使加入新推出嘅樂齡關護基金。咩係樂齡關護基金？嗱。樂齡關護基金咧，是會使幫助一啲30歲以上無辦法加入終身護保、收入較少嘅重度殘疾嘅人。保健儲蓄家己人存嘅率不高，但是佢是需要長期護理嘅人。咁補助幾多錢啊？那是你符合條件，即便你是重度殘疾，就會使逐個月提到290块嘅津貼。好，明白曬，唔該你啊。嗯。